我是铁路学员们周瑞博，在107年11月23号，美术馆的18:05。主要拍摄是3227次经由三星号操作的区域监测。还记得这相片我在都点的去看。然后因为我在等待的是3250次经由平通信号新左营的未消耗圈的。等待它的进站。录像片的话，很多都点不到这个面，刚刚在这里摆。3227次，进入三星号操作圈，因为我不确定327次是什么车子，所以我说只能说327次进入三星号操作的区域监测。我在等下进站。本车位于新左营到左营区间。我也讲应该这个距离应该不长啊。32274，准备进站。驶进美术馆站，感谢观看，录像片的话，大家都点不到激光片。哦，有听到声音，我听到327次区间车的声音。3250是进入平行信号新左营的未消耗区域监测。啊，3250天津站，傻眼，我傻眼。3250是进入平行信号新左营的未消耗区域监测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有两个相片馆站，都点不到激光片。有两个这里拜。3250去未消耗区域监测。也听说李三又要回来南部了，对吧？还蛮感动的一件事。185/9/85/1全车350之间，每秒新左营的区域监测，驶进美术馆站。3227是进入三线号潮州的区域监测，也准备进站。罗山面馆等都点不到去关面，人家再见，拜拜。哎，也有百行签了，傻眼，我傻眼。傻眼呢，百行要来了。五百新来了，3250尾桥圈的主要是的。区间的，真是1A5572区间的。
备准备水。高级的是三二七四金阳三星考潮州的1572加上1502，58252组全车驶离美术馆的，谢谢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